梦见大树断了是什么意思？未婚的人梦见大树断了，表示你最近的爱情运势不好，付出和回报往往不成正比，建议可以与对方适当保持距离。求职者梦见大树折断了，可能表示你近期的求职运很好，建议面试自己最熟悉的岗位。准备考试的人梦见大树折断了，主要表示你在答题的时候逻辑可能比较混乱，考试成绩可能不是很理想。如果梦见两棵大树折断了，表示你最近的运气会很不错，如果能多去关爱别人，好运将会一直留在你身边。